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实现肥牛自由的。新鲜切好的肥牛加入一瓶可乐，还有屏幕上调料，简单腌制20分钟。洋葱先下锅炒香，再放入腌制好的肥牛，等到肥牛变色，倒入3个打好的鸡蛋，轻轻的拨动边缘。关键点在于要用不粘锅，撒上芝麻还有葱花。给你们看看我新买的榨汁机，点也不好用，还不如直接倒。满杯冰块，气泡水8分满，再倒入养乐多，搅拌均匀，简单又好喝。把做好的滑蛋肥牛铺在热腾腾的米饭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一锅真的贼香。滑嫩的鸡蛋和多汁的肥牛结合在一起，汁水完全渗透了米饭。再来颗樱桃养乐多，一口接一口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快，就给你爱的人吃吧。